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一款游戏呢，叫做 Tetris Blades。这一款游戏呢，就是经典的俄罗斯方块啦，但是呢，它加入了许多新的玩法哦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吧。在现在智慧型手机，然后平板电脑普遍的时代啊，其实有很多种的不同的游戏类型。那这一款游戏其实是一个算是蛮复古的游玩方式，但是它结合了一个新的操作方法跟特别的设定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款游戏呢，它除了一般的消除之外，它也可以使用道具。那在这个问号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道具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效果。游戏采的是比较未来感的设计哦。操作方式的话，其实我们就是把方块放入指定的位置就可以了。那它是属于限时战哦，就是你在这个时间内，你必须取得更多的分数。那值得一提是，旁边这两条能量条，只要挤满这两条能量条的时候呢，就会进入到一个特别的模式。那如果我们一直没有消除的话，它是会慢慢减少，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，因为其实很快就会挤满了。只是我现在好像有一点不妙。哦哦。那除了这边这种点击的方式之外啊，你看刚刚那个雷射光是道具的效果。除了我这种点击的模式之外，我也可以使用放下来，然后我们再做选择的这种方式做操作。所以就一个平哦，这个是特别模式，就是旁边能量挤满的时候会出现。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位置下面会一直出现。但是呢，我们的方块也会随着重力掉下去，并不会像是一般的普通状态，它会空折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时候，可以借此取得比较高的分数。那当然，大家也要注意啦，就是说这个虽然是一个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哈，算是一个 bonus 的模式，但是也要小心。只要我们连续消除，这个就会一直增加。那增加就会又开始啦。有点像狂暴模式齁。结束关卡之后，它就会做一个最后的计算。那这边我们有 double 啊，然后以及等等的不同的数值啊。这边会有最后一个积分板，那我们看了积分板之后，我们会增加我们的钱以及我们的经验值，这样就算是一场游戏的结束啦。那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跟前进挑战啦，就是你只要超过对方的积分，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阶。大致上这款游戏的玩法是这样子。那喜欢俄罗斯方块的朋友啊，其实不妨可以来试试看这款 Tetris Blades 这款游戏呢，它节奏感其实是蛮快的，可以来试试看这款的游戏哦。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边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至我们影片右下方的官方下载，点击进行下载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